APP。走金钟的照片，你很帅之外，我们制作人很美，超美的，我有吓到哎。他那时候，我一开始在那个帐篷看到他的时候，我一开始认不出他。我看照片的时候想说，威廉旁边是哪个女艺人啊？蛮漂亮的，怎么不认识？然后他才吓到，想说是我们制作人东区志玲，超美的。你刚刚说有粉丝怎么样？一直跟他打招呼。对。然后我就说，跟粉丝打一下招呼，他跟我挥手，他一直跟我挥手。很多听说有很多粉丝一直跟我们制作人打招呼，还说东区之恋，对，尖叫声很大声，一个零眼发三千，没有，那是真的，是真粉丝吗？很多粉丝，不是花钱请来的。没有没有，不是花莲请来的，为什么要抬高？花钱。但是你的那个衣服啊，有被评论成为壁纸小开，你对这点你幸福吗？还是你有要那个？我觉得我还蛮开心的啊，因为其实那一天我觉得我自己的整体造型上算是就是有点跟一般，比如大家几乎都穿黑色嘛。对。我觉得我就是要用一点花花的，然后我觉得我处理的还蛮好的。你说你的脸部表情对、啊，你可以再走一次吗？就当天重现。你可以弥补一下，跟我一起走吗？哦，因为我那个在对不起，我在澳门工作，所以没办法一起走。好，欢迎娱乐百分百入围者进场。你的脸真的是这样哎！好有，我觉得你那天有再有自信一点。对，我那天很有自信。那天整个全场是你的一样。对。我平常真的疯疯癫癫装帅超累的，因为后来我那个他跟我说要那个庆功宴，我就没有去，我真的太累了。装帅装到很累，装帅跟装胸超累的。因为我看那个动态的新闻，你就这样整个人这样霸气这样称霸全场，然后那个记者就写说威廉以霸气总裁之姿，然后什么带着他的壁纸，我就觉得很好笑。对啊，那天是一个很开心，那希望明年我们可以继续杀入金钟。真的掉掉，而且今天非常厉害，全部都是金钟系列的报道。好的，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一把青夺六大奖成大赢家，柯佳嬿杀出重围是影后了。61届金钟奖颁奖典礼落幕，几家欢乐几家愁。不过从入围就是大赢家的一把青，典礼上同样不负众望，一口气拿下六大奖，成为当晚的最大赢家。尤其是吴康仁夺下影帝瞬间，感人致辞让所有人激动眼泛泪光。八年了。从一个讲五个字要连续 NG 20次的演员，到现在站在这个台上，谢谢评审。以后的我不会让你们失望，我会更松，我会演得更好，我会再来。谢谢曹导。站在现在的我，希望没有让你失望。谢谢你，谢谢你选了我，我是幸运的。我们在台湾拍戏很辛苦，赚不到什么钱，帮帮我们。我们可以更好，也许我们不是最有天分的，但是我们总是可以当最努力的那一个。谢谢。吴康仁的一句感言，我们也许不是最有天分，但总是可以当最努力的那个，让许多人在脸书转发按赞。虽然这句话带出台湾戏剧圈的无奈与窘境，但也因为他这句话为台湾戏剧点燃更多希望。刚刚没有讲很清楚，我真的很想要给台湾的电视剧多一点鼓励，就是我们有还有很多还没被看到的演员，他需要更多的题材，不只是偶像剧，更多的制作公司开发不一样的题材，多信任我们的编剧，多尊重专业。我是很幸运拿奖，我被曹导选到，那但是其实在我周遭很多很有才华、很棒的人，他们都还在很努力的拿着很微薄的薪资写剧本、演戏，
他们只是等一个机会，拜托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不会让你们失望，真的。而同样靠着一把青，袁玉涵拿下人生第一，也是唯一一个金钟新人奖。袁玉涵第一次演戏就受到极大的肯定，同时入围新人与女主角奖项，而如愿夺下新人奖的她也被视为明日之星。谢谢大家，因为我很容易紧张，所以我准备小招。首先我要感谢评审，然后我谢谢导演，谢谢一把青所有的演员和工作伙伴。一把青是我的第一部戏，是我永远的初恋。我是连玉涵，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告诉大家我是一个演员，希望未来可以用更多不同的角色跟大家见面，希望台湾的戏剧可以越来越好，谢谢。刚有那个摄影大哥问说，你刚那个小抄是藏在哪里？口袋啊，有可能有口袋，人家有口袋的好不好？名单会写不下，因为我有做功课，就是大概只有45秒到60秒的时间，所以我有先练习，因为我怕我不小心上台会空白。一路上有很多要感谢的人，然后没有办法在60秒内讲完的，我都会在我的粉丝专页一一感谢。一把青拍出了台湾戏剧的不同格局，不仅夺下男主角、新人、导演、灯光、美术设计奖项，一把青最后也夺下最大奖项最佳戏剧奖。可惜的是，一把青最后并没有拿下呼声最高的女主角奖，就连男主角吴康仁在后台一同等待颁奖时，听到的不是杨景华的名字，忍不住难过。恭喜柯佳嬿。职场上外表造型效益时髦，杨景华败给碧群女人的柯佳嬿，拿下出重围，第一次入围以后就得奖。宣布得奖的那一刻，柯佳嬿不敢置信，惊讶的表情全写在脸上。谢谢导演于中中，因为在拍摄的过程他对我真的非常严厉。拍的时候压力很大很紧绷，我每天都觉得很痛苦，可是今天拿到这个奖我就跟你算了。很幸运遇到了那么多很棒的演员，没有你们也不可能有我这个角色，特别是曾之乔还有邱泽，因为有你们的好萌跟好胜男，才会有蔡桓真，谢谢你们。柯佳嬿在《碧群女人》中抛开原本既定的文青形象，演出傲娇女，耍贱模样，让许多人边看边骂。而靠着角色与真实性格的大反差，让柯佳嬿胜出，夺下宝座。真的很感谢三凤跟导演愿意把这个角色交给我，因为我知道这个角色跟我本身的性格相差很多。就大概是这样，对不起，我听到一把青，我没办法冷静。哎呀，其实没有什么打败不打败，我觉得拿奖其实跟信心没有关系，它很像是入围者，大家手上都拿了彩券，今天晚上就是等开奖。哦，邱泽在台下哭得比你还惨。真的吗？他说的。因为我远远看他是觉得他还蛮激动的，我觉得应该是这部戏的所有的演员拍摄的时候都有非常多的感触，对，是共同打了美好的一仗，所以应该大家感受都很多吧。另外，戏剧最佳男女配角得主则由老将敲响金钟，分别由贺一航和刘瑞琦拿下，两人在各自的剧中分别扮演爸妈，替戏剧画龙点睛。而从影超过40年的李天柱也没意外夺下金钟迷你剧影帝，而影星则凭川流之道摘下迷你剧最佳女主角奖。为戏几乎素颜上阵牺牲外形的她，再拿下一座女主角奖项，演技备受肯定。我已经拿到第3个金钟奖了，你们可以赶紧来找我演戏，我准备好了，谢谢你们，谢谢评审，谢谢金钟奖。除了戏剧奖项竞争激烈，综艺类别更是从入围开始就话题不断。在综艺节目上，娱乐百分百影恨败给了星光大道，而综艺节目主持人奖则由吴宗宪和女儿 Sandy 夺下，不止打败众多劲敌有宝座，更创下首对妇女党得奖的记录。我们家的老顽童一直闯祸，真的很不好意思。然后我想评审呢，平常没有跟他住在一起，还愿意给他这个奖，你们真的很伟大。那如果你赶快多讲两句，你以后没机会，你快点。我要再次说一声谢谢 Sandy 姐，谢谢爸爸，谢谢大家，谢谢。被女儿
而吐槽宪哥完全无法回嘴，让这得奖气氛欢乐又搞笑。而这样的气氛也同样延续到了后台。对啊，他还蛮旺霸的。对，我们其实看了前面得奖的一个名单啊，我就跟他讲，第一年啊，就是放宽心，将来你慢慢习惯了，没有得奖没有关系，拼命在安慰他，所以突然间宣布得奖，吓一跳，他傻了，我也傻了。对啊，我们这个会再努力啦。啊，加油啦。好，哪有像第一年入围就得奖，什么挂，我入围二十年还没拿呢，当时。可是，我卖相真的比你好。真是，买一部车送我。March。Too much。OK OK， Go Go Roll。你要嘛，我打不赢他算了。谢谢，谢谢，再次恭喜。这次宪哥得奖也代表着评审公正，不受争议影响。希望拿下奖座后能让宪哥消消气。不管节目收视是 1.0 还是 0.1， 都可以和大家携手，让综艺圈一起。发了采访组采访报道。当下你不是坐在台下吗？你听到就是公布得奖名单，你当下的反应，你有想说啊，镜头在拍，要演戏，要演戏吗？有啊，我那时候有抓着就是当天全亚洲最美丽的制作人的手。好会讲话，抓着他，因为我那天本来我一直在想说，哎，如果不小心得奖，那我跟制作人要讲什么？对，你要说那你要想，对啊，我还是要想一下，然后我所以我还要问一下我们主任说，你得奖了。要讲什么？他说不会得奖啦，因为我要咨询一下我们的那个前辈，对前辈要讲什么？我说那我上去我就应该就会讲说，我非常感谢可以跟全亚洲最美丽的制作人一起拿到这个奖，那已经花了18个年头，总该也是要得到我们，让我们得奖，大概是这个，对啊，然后讲说凯乐应该会讲久等了，对，然后就开始那，你说东区之旅，那。太嗨了吧？对啊。那当下有很就是失落吗？你那时候的心情是这样？最美丽的制作人很有点失落，真的。对，他说哦，然后但是我就说你说他直接在点你哦，因为那么美，因为我说坦白，如果今天是主持人讲，我当然会非常非常失落。但是因为这是节目奖，代表他非常用心的在制作一个节目，那没有得到奖，他当然还会失落。我们颁奖给你们。辛苦你们，对，因为会入围，然后我就跟他说，跟他脸好臭。对，会，其实因为我就跟他讲说，入围就是实力，得奖真的是运气。对啊，这句人话怎么听起来很厉害啊？真的，因为我那天穿很帅，我那天穿很帅，所以我就一直坐着，然后一直在思考一些事情。很好，这句话蛮有道理的。然后那天表演的内容，我对于修比杜华非常非常的惊讶，跟觉得我们下段回来再来聊这个。我们是不是没时间了？我们等一下回来再来聊这个，休息一下。我不想聊，不行不行，金钟评审都在看。金钟典礼评价颁奖人表演联手就收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51届金钟奖颁奖典礼已经在日前完美落幕，而众所期待的开场表演，由暌违2年再度合体的天团5566揭开序幕，一出场就让全场粉丝勾起满满回忆。传说就要再次出现。大家好，我们是5566。5-6-4人合体可是诚意满满，除了搭配绚丽的舞台效果和舞蹈，接下来的歌曲也让56铁粉快飙泪啦。
唱五六的合体专美于前，主持人吴宗宪的苏比都华也在成军20周年之际再度合体现身，惊喜的桥段为本届金钟奖再掀一波高潮。让粉丝们沉浸在满满的回忆当中，仍然阻挡不了网友对于本次典礼评价两极的事实。尤其宪哥在脱口秀金钟奖很大的桥段中的这段对白，更是让网友们掀起了一波唇枪舌战。各位，你们要知道，我们要对抗的是 YouTube、Google、FB。对，那我们是拿什么来对抗呢？这有办法，没关系嘛。大家思考一下，没有 Google， 我们有 Baidu 啊。人家有 YouTube， 我们有优酷啊。哦，人家 FB 很厉害，微博也蛮好的呀。哦，合则两利，分则两败啊。把对岸的社群网站统统讲成我们的，虽然利益良善的宪哥事后回应，总体而言都是为了电视圈好，但冗长的典礼桥段甚至一度放错得奖人影片，错乱的典礼节奏让得奖者无法好好的享受荣耀，甚至一个奖项不管几个人得，统统都只有60秒的感言时间，感人的音乐一出现，让许多网友都大呼看不下去。真的想要谢谢每一位我们碰到的乡亲。我要谢谢乡亲，但是我来不及讲了，就是说两句，说两句，难得机会说两句。而这次主办单位要来韩国人气艺人金钟国与瓜哥一同颁奖，不过大老远邀请外宾，金钟国待满近6个小时上台却没有所表现，让期待的粉丝们都大呼可惜。哎，瓜哥，来，我现在怀疑金钟国也是假的，对不对？凤城烧腊嘛，你是送便当来的嘛？喂，希望翻译不要翻证据啊。哦，原来是贵宾啊。接下来要颁发的是最佳综艺节目啊，最佳综艺节目入围的有。阿拉说 ，no， 哎，不能，他看不懂，没关系，我上面的字幕哈，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你现在跟下午彩排是不一样，那没办法，我们不能等他，所以他会变成那个传话又慢，字幕又跑掉，所以我就变自己在编了。虽然评价两极，但本届金钟奖还是有不少亮眼表现，尤其颁奖人的服装到了舞台再度升级，一出场亮点不断，超级吸睛。那我今天这样打扮很明显嘛，我将来就是要演奶奶。机会难得，我想跟我们美丽的美凤姐跟新梅姐拥抱一下可以吗？是货。连得奖者也受不了的好身材，蓝新梅这套礼服看得出宝刀未老，而在红毯就惊艳大家的杨静华，颁奖时侧面更是大有看头。请你尽量站侧的宣布比较合收视率。哦，吓我一跳，我很听话的。没事，侧面我来欣赏，侧面我来欣赏。好。而颁奖人之间的绝佳默契，更是带出许多手势高潮，尤其陈汉典模仿与本尊李斯端共同现身，一搭一唱的幽默风格，让全场哈哈大笑。大家好，我是李斯端。大家好，我是李斯端。你不是李斯端。你是陈汉典模仿的李四端，所以你是陈汉典。好，我认了，我是陈汉典，好不好？欢迎收看综艺大热门啊 ，Hito！ 除了颁奖人的亮点，为冗长的典礼增色不少。以往众所期待的经典电视组曲，在这次当然也不能错过。由金曲奖一战成名的饶舌歌手熊仔，搭配经典琼瑶的高胜美，全新编曲重唱经典，获得不少好评。不长情，祝你火隽永的姻缘，成就了世人永流传的经典，那是烟火烧不尽，风雨吹不掉的经典。天不老，烟火烧不尽呀，风雨吹不到，青青河边草，绵绵大海角，海角路不尽，世界不烧
经典，相思情未了。令观众们眼睛一亮的还有毕毕书尽，除了自己的歌，更一连带来许多电视剧主题曲，稳健的台风加上深厚唱功，让 B 再度圈粉成功啦！以后别做朋友，当我不能接受相爱的一个冲动，我只能笑着带过，海水太多，醒来不在你身边。演出的伍佰更是为今年金钟再添神来一笔，一连演唱多首超经典的电视作曲，除了让网友们大呼神救援，更为今年金钟画下完美句点。本次金钟奖评价两极，典礼结束时间更是比原定整整多了近一个小时，但身为主持人的宪哥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瓜哥和晨晨哥也有话要说。总的来说质感是有的了，是哦，蛮看来蛮舒服的。其实每年的典礼都会被骂了，只是骂多骂少其实没关系的，在这个大家检讨声中，大家都进步嘛。这个属于电视人的年度盛会圆满落幕，相信来年一定更加精彩可期。百分百也与你相约，明年金钟见。神秘的任务，因为毛弟是我们的那个主持人之一，对，他等一下是来宾，所以我们的任务今天很困难，所以我们就想了一个奇招，威廉会成功伪装成工作人员不被发现，我会摄影师，然后拍一集，然后不要随便开门好不好，我会紧张吓死人了。等一下是 HiFi 制霸的青春演员会来到现场吗？会不会成功呢？没错，会不会成功呢？好了，我们看一下金钟奖星光大道湿哒哒，看一下第51届金钟奖最先登场的星光大道，虽然有大雨来搅局，让红毯流程大乱，但仍然不减星光魅力。是超级长寿节目娱乐百分百的团队，1997年开播，已经陪伴观众度过了19年。去年主持人入围综艺节目主持人奖，今年换节目入围综艺节目奖啦。第一次参加金钟奖的威廉别出心裁，穿着压花西装帅气登场，和百分百团队一同踏上红毯。其实非常的开心啊，娱乐百分百今年可以入围这个综艺节目的奖项，然后我觉得其实是蛮与有荣焉的，对啊，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金钟奖，所以非常的荣幸。除了百分百团队之外，入围行脚节目的台湾第一等也由小马领军踏上红毯，而以八大台北爱情捷运系列入围金钟奖的张韶怀、严艺文、侯彦希也一同现身。张韶怀跟侯彦希更是穿着导演叶天伦送的红内裤加持。哎，有人穿红内裤吗？彦希，我想看一下，有吗？确定一下。哦，妈妈帮他穿了一件，就有两件。各式各样的花色西装通通出炉，还有 gentleman 的夏威夷风格西装可是精挑细选。不过最主要的这个意境是希望，因为教授最近很多烦心的事嘛，希望可以让他海阔天空的感觉。对，双料入围的邱泽同样也穿着樱花西装帅气逼人，但今年的红毯第一帅竞争似乎特别激烈。Hello， 大家好，我们是5566。亚洲天团5566合体走红毯，五个人多色系的西装搭配上跳痛的领结，而王仁甫为了这一次金钟奖，更在一个半月瘦了8公斤。怎么这么会讲话？对啊，是。我跟你讲，你们前面这排是专门提升艺人信心的吗？
那这次我们在挑衣服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能够挑一些比较稳重一点的，然后在剪裁上呢，也是走比较简单利落的线条，然后所以希望让大家看到一个跟以前一样的五五六六。今年红毯男明星大多以正式西装出席，许多男明星也默契一致的选择蓝色西装，既庄重又不失流行感。没有要抢红毯第一帅，但是我在之前我就已经跟媒体说过，我想要穿着妈妈最喜欢的颜色，就是深蓝色，所以刚好我的经纪人呢完成了我这个小小的愿望，刚好穿着妈妈生前最喜欢的颜色的深蓝色，完完整整的走完星光大道，是我最开心的一次。韩国 Running Man 主持群中的金钟国特别受邀担任颁奖嘉宾，受访时还特别清唱中文歌，令现场粉丝大饱耳福。而我听见神秘的声音，想起你用唇语说爱情，幸福也可以好难听，我付出一次很伤心。그냥시상식이니까최대한격식있게입으려고차려입으려고노력했습니다而今年的红毯上，女明星们性感当道，以深 V 还有透视装为主流。徐伟宁一袭透视长礼服，还有杨谨华的深 V 黑色礼服，被评选为今年的最美战袍。主要就是想说，还是若隐若现就好，然后优雅，然后比较可以好移动的，因为以前都是走比较酷酷的，今天就稍微温柔一点点，不会完全一点都不难走。这是我最梦想的一个衣服，黑色是众女明星心中的首选，但也让选择鲜艳色系的女明星成为红毯焦点。啊，今天整个就是很喜气洋洋，对不对？这个红毯第一美，我就不会不好意思了。对，吴珊如身穿大红色平口礼服登场，性感露背展现好身材，也让一旁的老爸吴宗宪好紧张。不可以，怎么可以穿太暴露了？有一点啊 ，no。我事前没有看过这套衣服，要不然就不给穿了。等一下坐在旁边小心一点。本来就想好一直都会全程正面面对你，所以背后露一点应该还 OK 啦。担任颁奖嘉宾的鬼鬼吴映洁，一身红色礼服，乍看之下似乎和吴珊如撞款，也引起网友的热烈讨论。希望大家可以注重今天比较少露的部位，谢谢。这样好，大家拜拜，拜拜。而柯佳嬿身穿白色礼服亮相，礼服上的木马图腾也别具意义。其实我是希望可以马上得奖。这次因为金钟五一，然后又是我演了十年戏第一次入围，所以就想说要有一些比较新鲜大胆的尝试。今年的红毯上，荧幕情侣可是抢尽风采，除了邱泽、柯佳嬿之外，陈楚河跟赖雅妍也手牵手现身。赖雅妍脱下男装，穿上礼服，两人一登场，让等待已久的粉丝们尖叫连连。彼此帮彼此看三个小地方，然后三个小地方都完美照在一起出发，简称叫做三地方。干嘛干嘛想干嘛。荧幕情侣搭档走红毯，也有入围最佳新晋演员的韩玉芬以及小乐吴思贤，各自带着自己最重要的人一起走上星光大道。我身兼数职啊，个子大就是吃亏啊，永远都是保镖 feel 啊。你们最好是真的想要访问我哈，真心的吗？谢谢志玲姐姐，她很亲自帮我张罗了这次要能够参加金钟奖的衣服。可是因为她是名模，她借来的衣服我即使是站在垃圾桶上都太长，所以没有办法穿。但是还是谢谢志玲姐姐还有她的团队，在这边要谢谢伟忠哥，也谢谢所有一路上的贵人。除了颁奖典礼有遗珠之外，本届星光大道也有大遗珠。红毯进度因为大雨延迟了将近15分钟。不少明星们精心准备，但却错过了星光大道的转播，像是娃娃魏如萱以及乔乔甄子乔，都让粉丝大呼好可惜。我不在乎，我是乔哥。我希望就是各位美女们就是都非常的美丽，我随缘。金钟系列报道 Part 4，金钟庆功宴有欢乐有落寞，百分百 Go Go Go， 再加油！看一下。典礼顺利结束，镜头转到各大庆功宴现场。首先是没能顺利抢下最佳综艺节目奖的娱乐百分百，大家是不是正在难过呢？我们会
再接再厉。OK， 不要这么难过了，大家好笑了。娱乐百分百，我们明年金钟见 ，Go Go Go！ 没错，我们不会放弃的，会持续做好节目给各位观众。金钟奖明年等我们哦。另外，以八大戏剧入围最佳新人奖的侯彦希和海玉芬，两人即使与奖项擦身而过，但失落只有一下下。真的了，其实入围就是肯定，因为当入围之后，你不觉得大家打电话来询问邀约变多了吗？有吗？还好。你还好啊？我变好多哦。其实为了抢下奖项，两人都偷偷的祭出制胜秘诀，只可惜没能发挥功力。没有，我们两个情侣裤是不是？啊，是不用好不好？你是不是那么色情？那于百变这样，你们不是入围什么什么最佳节目吗？怎么变那么色情？两人特别在庆功宴上感谢众人，伟忠哥还一把扛起得意门生海芬。你是害羞啊？我是害羞啊，我没有说我不害羞。哎，被一个年近花甲之年的老头扛起来，谁不害羞？我想叫警察，我跟你讲。有了入围的肯定，海芬和侯彦希期待有更多的喜剧邀约。至于演出的尺度，完全无上限。对，我也还没演过床戏，我觉得可以。你没有演过床戏，那你配称为演员？就是对啊，为什么没演过床戏呢？我觉得要让你的经纪人帮你好好调整一下，我把我档期空下来。好。海芬和加码爆料，宣布新人奖得奖的前一刻，其实大家都吓疯了，因为连玉涵不见了，已经要搬到最佳新晋演员了，他还没有回来座位上，我们吓疯。然后旁边有人说，我说哎，刚那个连玉涵怎么不在？然后他们就说，那你叫我打电话给连玉涵。我说我不认识他，我们是刚刚坐下来才认识的。然后我紧张到想说，因为我真的笃定就是他得。如果我们今天再宣布入围，他不坐在现场是不是很尴尬？我紧张到站起来叫天心，天心，天心，他在干嘛干嘛？你把连玉涵的电话打给他，他动了，他不在。哦，天心，我也没有，我也没有。然后还好在广告那两分钟，门打开，连玉涵这样默默走进来。哦，我真的觉得。而镜头再转到 B 群女人的庆功宴上，柯佳嬿一举抢下最佳女主角，大家开心到香槟庆祝。柯佳嬿的男友昆达也在第一时间放闪po文，表示我一直都知道是你，只是女主角似乎还不知道男友的甜蜜举动。没有，我不晓得哎。没有，你刚刚讲这个我没有看到。没去看，对啊，对啊，没空啊。而得奖的那一刻，不只是昆达为柯佳嬿开心感动，还有另一位男士默默地掉下了眼泪，那就是邱泽。对啊，我听到他的名字，我也蛮喜欢的，因为我们在拍戏的过程中，我知道他克服了很多困难。邱泽自己入围的两项男主角奖都没能拿奖，幸好最佳男主角是被好哥们吴康仁拿下，让他心服口服。我也很希望他得，因为他也很认真，然后他努力了很久。嗯，那自己没得会想哭吗？我应该明年还会来吧。刚刚老板已经有答应了，然后拍新戏。至于曾之乔的女配角之战也惨遭滑铁卢，不过她笑着强调收获满满。其实小失落了大概30秒到1分钟，然后我就记得当时就跟所有入围者坐在一起，我就转头跟所有影后们说，我说我真的非常的荣幸跟你们一起入围，然后大家都用极度温暖和真诚的眼神跟我说你很棒，我们有看什么。有趣的是，乔乔还爆料原本担心典礼冗长肚子饿，所以事前请邱泽和吴康仁预备的零食，两位男士果然也贴心准备了。邱泽帮我藏了牛肉干哎，他也有帮我藏，真的吃啊！他有帮我藏零食，然后在典礼的时候还有分给我们。康仁也有帮我带啊。真的，我们上去。而镜头再转到一把青的庆功宴，入围13项，抢下6项大奖的一把青。庆功宴上，导演曹瑞元表示有3大遗憾，那就是女主角杨锦华、女配角天心以及编剧仅没能如愿抢上金钟。你知道当时是天心是，他很大气的，让他觉得他要抱女配角，因为他觉得他应该让锦华。就是很希望，真的是很希望他能够拿这个奖，但当然就是能够入围就是肯定啦，就会觉得说没关系，我们再来，这样子我们就更有理由跟曹导讨戏。师娘杨锦华呼声高，确定角度失利，庆功宴上似乎心情不太好。我觉得就是跟我讲的，就是我觉得表演就是学无止境嘛。
然后不断的学习。那如果没有中奖，代表一定有不足的地方。应该想很久都想不到哪里不足，认真想过吗？没关系，等一下我回到家的时候再慢慢再重新想一次好了。杨锦华虽谦虚回应，但师娘没能拿奖，不仅戏迷难过，最佳男主角吴康仁的失望也写在脸上。听到锦华这样讲，我了解他，因为我认识他很久了。那当然会不会遗憾，因为不要这样看我，对，不要讲。而镜头的另一边，则是获得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奖的吴宗宪和 Sandy 正在开心庆功，对于能打败众家敌手，获得金钟肯定，吴宗宪说是父爱诞生的一切。有父爱的吴宗宪应该给他一个奖励，所以我就得奖了，应该是这样。我觉得，但是那是真情流露，他们可能看录影的时候，然后跟女儿十指紧扣或干嘛这样，我们这个从小就是这样。而纵观这次颁奖典礼，针对卡司、内容安排以及主持人表现等，网友骂声不断。身为主持人的宪哥其实已经尽力，他更默默表示，典礼当天已经挂急诊。我早上去挂急诊呢，我也是爬起来带你去挂急诊呢。不管如何，第51届金钟奖顺利落幕，恭喜得奖者，并祝福没能拿奖的入围者再接再厉。八大采访组采访报道。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HiFi制霸青春的演员，欢迎！嗨，你们好，恭喜，很热血一部大戏，所以好好的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好了。好。大家好，我们是大人高手篮球队，我们是浪浪队。对，第一次宣传，对，没有团忘了取团名，没事，因为这部戏大家期待好久，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里面大概的内容？好啊，里面的内容呢，就是高中一群高中男生还有女生之间的对于梦想还有毅力的一些追逐，那整部戏贯穿的主轴就是热血，对。那因为是听说打篮球都打真的，没有在什么剪接有的没的。对，因为我们有取用很多 HBO 的故事，然后套在我们这个剧情上面，所以我们他们这个制作厅他们费时了3年的时间，他们就是去看很多学校，然后跟他们分享一些篮球上的经验，然后加在我们的戏剧里面，所以像看到影片的《天花》里面有很多打巴掌啊什么的，那些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对。那你们私底下谁的球技最一般？一般哦，还好，没有一般的都没有来。三个要比的话是我啦，没有啦。怎么会你长那么高哎？这就是一个就是不会打球的人在说的。对，是啊，不是说长得高可以就是比较接近篮筐？因为我们队其实有一个长得也很高。哦、oh, ，对，然后岁数也最大，对，但是就真的就还好。谁啊？对，就是看眼睛的观众有没有办法在这个剧中。我相信大家都是有眼睛的，但说真的，篮球赛真的很不好拍。其实我们每个人为了篮球赛都非常的辛苦，对啊，厉害，而且都打到受伤，跟啦啦队们有一些感情线的纠葛。是，对，谁跟谁啊？对，因为篮球戏除了热血，就还是要大家还是想要看一些比较爱情的部分，对，一定要。我是跟洪真，然后宇宙是跟陈翔，所以毛弟是来负责讲话宣传。好，毛弟辛苦你了，他先来主持了，今天来主持了，我们先弄。你要这样，因为那个他拉屎。你讲太白话，不好意思，厕所遇到。威廉刚刚肚子痛，所以他来不及，他在厕所。我们这个 live。我们就很真实啊，我们跟大家讨论我们现在都在干嘛，就代表我们是真的很，就是威廉稍等一下，不好意思，他就是肚子痛，请正常解放，真的。Okay. 所以毛弟你在里面都没有感情线，会不会觉得？我在里面也没有感情线，但我的感情线是跟家人，因为我跟里面是我是一个从小弹音乐长大的一个小孩，所以就是一个钢琴家，音乐家，所以我等于是隐瞒我妈妈，对，偷偷来参加篮球队，因为在戏里面我妈妈就是一个非常反对儿子打篮球的人。他觉得打篮球要好好念书，他所以就叫我去学钢琴，然后不希望我参加球队，所以我在很多戏里面都会有跟妈妈的很多对手戏，而且重点我跟大家分享什么？因为我刚吓死人了，怎么样？刚刚什么情况？没看我，有点哥，你不是去拉屎？你不是去拉屎吗？再见，成功。
哎，我整个被吓死了。很想吓死了。我摄影大哥演的好像哦，完全很像，认不出来。真的有在兼职啊？我傻眼呢。你没有发现吗？没有啊。哎，就在你们正面前呢。要干嘛？隐藏成工作人员。哎，那你这样以后就当工作人员就好，不要当议员了。我跟你讲，这是戏剧，戏剧有没有？戏剧我就是一个很，而且我在那边假装自己吃槟榔，一直在咬自己嘴唇。那这样，刚才毛弟说你在拉屎那段，你有忍不住想要脱帽子上来吗？我塞他。对，好不好？羡慕廖辉莲，对啊，好适合演戏。我小时候真的很 free， 就是正在求学。对啊，你还真的，我还真的，哎，代表我有在关心你啊。不是，我想说坐在怎么只有，因为我们这个任务想了很久。对，是因为你是我们主持人嘛？是。对啊，然后我们就知道你一定会知道我们有任务，对，所以我刚刚就已经在想了，说怎么完全没有感觉到我埋伏在那里，那你把他吓得一个魂力直接飞走，好开心哦！我刚退到这嘞，对啊，哎，我演很好哎，你们进来的时候我就在那边看，然后一直偷看你们，很容易受惊吓。对啊，是哦，对他一直都在。好，我刚刚分享到哪里？忘记，这个断掉，这个断掉。妈妈，戏里面的妈妈跟我同月同日生。太巧了吧！太巧了，但是我们不在乎。我们在乎的是你们。播出的时间，好，播出的时间讲一下，播出的时间。播出的时间就是10月15日起，每周六晚间8:30，对，在八大综合台还有爱奇艺台湾。就是这个礼拜啦，10月15号刚好是阿伟的生日，所以要找阿伟一起来看这个《制霸青春》High Five。昨天也刚好是毛弟的生日呢，没有错，生日快乐！我还以为在庆祝他生日，对，我刚刚以为要唱歌，他真的吓太大。所以你在戏里也是演容易受惊吓的，他私底下也很容易。我在戏里是一个很 man 的人，我刚刚是不 man 的，不是因为从我这边过来，不是你们那边，是啦。我想说什么东西掉下来是什么东西，我要先走才能看这一切，才能保护你们。完全没有保护我们，很怕死，吓死。对，吓到你，不好意思。因为很用心的拍一部戏，很用心的，希望大家可以支持。而且洪正连被打巴掌5次，对，是怎么样的？第一场就跟。那个对那个桥段其实是真实有在球场上发生，我觉得在接到这个剧情的时候，想要把那个就是一个高中生，又是队长，对，当众被一个菜鸟教练，打巴掌。对啊，我们今天也有一个任务，就是要重现这个巴掌有吗？我是谁啊？8-5，而且是我来执行，这就是连续5次吗？你干嘛回去当工作人员就好了，蛮适合的。真的，所以我们再说一次，播出的时间10月15号起，每周六晚上8:30，一定要支持这部戏，叫做《嗨翻制霸青春》。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摄影师的精彩预告。身为一个演员，演什么就要像什么，大成功，真的。而且刚刚工作人员帮他侧拍，他在装摄影师的样子，哇塞，真的就像摄影师哎，一模一样。对，而且我今天本来是穿就是7分裤嘛，然后我硬是把它拉下来，然后但是因为我的臀围真的太大，所以我你看我要把先不要，我们这个6点播的。6点播 ，OK， 我就把扣子还打开，就为了要诠释的好。而且我们是你的那个前面摄影机上面也装了一个镜头啊，旁边一个镜头，愚人节的配备。是的，棒棒。好的，明天要播的也是 live。要然后播什么 MV 呢？今天非常的国际化，是 Sia 的 The Great List， The Greatest。晚安。下次见，拜拜。